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31集。今天的话呢，下班非常的疲劳，然后我到新单位报道的话呢，耗费我非常多的时间体力，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 MPM13 啊这种比较复杂的玩具呢，我可能还是会往后推迟一下。那今天就做个简单的小玩具变形金刚大电影系列里头的小威力，然后有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笑脸，但是呢很多玩家呢看到这个玩具呢可能笑不太出来啊。其实这个感情很复杂，为什么很复杂呢？因为先前呢在出钢索的时候呢有附带了这么样一个小威力，那大家都抱怨说呢它其实没有什么可动哈，完全就是一个配件而已啊。然后 DNA 的话呢又推出了它的可动人偶，那其实我也有买，但是买来之后觉得我为什么要买呢，对不对？又把它挂到网络上，然后已经把它给卖掉了啊。那没想到过没多久呢又看到了官方推出了这一款可动版本的小威力，那我也不知道我是算幸运呢还是不幸。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能不能取代它呢，我觉得这两者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呢这是一款不可动的，应该说能动的范围很有限啊，这个腿是张开的啊，可以卡在上面。那如果我们用这一款小威力的话呢跨坐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肯定是没有办法坐得很稳的。那可以稍微摆个动作的话呢基本上呢还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两者的意义呢其实不太一样啊，就是讲究可以变形的。那么如果说是可以变形的小威力的话，我手边的话呢应该是有两个，有一款的话是经典系列的 Deluxe 等级，那一款我不知道收去哪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则是在泰坦回归系列的时候也是有推出一款小威力。那这两款的虽然是现在叫核心级，以前这个叫做指挥官级，两者其实是在定价上是同一个档次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了，尺寸的话呢可以说是缩小了很多。那背后的造型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多了后面这个屁帘，是它比较大的一个毛病，人形下可能就这一点可以挑一下，那车型下就是露两个手在外面，这个待会各位可以比较一下。那我顺便提一下，这款玩具是我最珍惜的玩具啊，可能是前几名啊，因为它是很多年以前呢香港的小不高兴来台湾找我的时候呢，这款它是有亲自把玩过有摸过的啊，所以这款玩具我很珍惜啊。那玩具的意义呢可能也就是这样啊，给我们带来某一段或纪念某一段或代表某一段重要的回忆了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它在人形状态下的关节出乎意料之外都还挺紧实的，虽然是个球关，但是表现的话呢都还可以。可动的话呢，除了脚踝不能动，腰不能转，拳头不能转之外，大概小比例玩具能兼顾到的呢它其实都有了。那我个人是感觉脸部是不是银漆会不会有点过量啊，导致于说稍微有一点点廉价的感觉。那这个头的话是可以前后搓动的，这个有点喜感。然后的话呢正面来看，这个鞋尖不错，但是脚后跟这里是一个没有突出去，所以它的人物有时候会稍微往后倒。那玩具体型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小，那附带了一个弹弓，这个弹弓的话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涂装了啊，可以轻松的将它给拿下来。然后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同时期，其实对比同时期吧，这些核心级的玩具来讲，它的体型确实是有在缩小一点点，这个人物本来体型就比较娇小的关系吧。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首先的话呢，手部后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再来的话呢，后面这个地方整个打开，这里要一个整个掀开，头部的话呢给推进去，盖起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脚呢给放到前面去，那放到前面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鞋尖打下来，然后呢整个往前面打上去之后，将轮胎给转到外侧去，然后呢两腿的话呢中间的话呢是有一个结合的卡扣的，就把它给扣起来，扣好之后呢再往前放，放下去呢可以看到里头有两个洞啊，对不对？两个洞上面对应就有两个凸，就把它给压上去就行了。那个在压上去之后人变成车呢很好压，但是从车变成人的时候呢要抠开的话呢是要花一点力气不是那么好抠开。那最后就把这个手的话呢往后面推就可以了，往后面推过来，这个部件放下来，看到这里有凸跟它的结合，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变形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非常简单明了，而且具有是官方的一个流畅的一个手感啊。但是就是这个传说中的我露两手给你看的，就真的是毫不客气的露了两只手给你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推车的滚动性啊，其实还算不错啊，还算不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的部分，除了说这个地方这个不是透明部件以外，其他破绽的话呢，其实也，哎呦，手已经提过，吐槽到不行了。这个地方，球关外露啊，那就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那我们干脆的话呢，我也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小威力的一个变形好了。那这是泰坦回归系列，应该已经是六七年前的玩具了吧？那我记得是把这个头啊给往后面推，然后呢，这整个部件推出来，然后呢，下半身旋转180度。这个地方的话呢，暂时是扣到这里啊，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变形的话，就随便掰一掰也能够变形到位啊，这是官方玩具啊，一直让人家很痴迷的一个地方。再来就是把这个原本的这个腿这个部分啊，这个地方是翻出来，这里翻出来，然后就是把它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翻折，那就顺势的把它转出去就行了。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家伙给变形呢？主要还是要对比一下它的一个车型的一个大小吧，主要是对这个大小给各位看一下啊。其实就这玩具是越做越小啊，塑胶越来越差啊，什么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哈，我也不想提的太多。哦，对了，它的这个弹弓啊是可以放在这里的，差点忘记了，把它给扣上去，扣进。但是我觉得 OK， 好，就这样子。好，那你看到没有，人形已经感觉缩小，车型感觉缩得更小啊。而且这个它泰坦回归时期这里还有一个透明部件，这一次则是直接没有了。然后车子前方引擎盖的部分啊也是旧作呢比较光滑啊，但是我有点忘记它的电影里头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圆弧形。那主要还是这个手外露吧，然后人形就是这个屁帘在后面，是它比较大的一个毛病。那其他的话呢，就做一个小比例的玩具来讲，表现确实是还可以，但是更多人可能吐槽的是呢，就为什么官方这么狠毒啊，推出了这个又推出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纠结了啊，这个玩具就是喜欢能力范围之内可以 cover 的话呢，就把它给带回家吧啊。那这款我觉得做的还是可以了，摆在桌上的一个小物，而且这个这么小啊，放在胸前的口袋啊什么拿出来掰一掰，走到哪呢拿出来照个相有个纪念也是，这或许是它赋予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功能吧啊，小比例玩具的一个特色。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